是涛哥、老高、我们三个在我们大学宿舍里成立的。所以希望能有幸有机会站到这个舞台上的乐队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咱们大家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。从成立那天开始到现在，是萨满的整整第十年。十年是一个考验。十年前，我们不会想到有机会站在今天这样的舞台。十年前，我们不会想到还能做出一点成绩。十年前，我们不会想到乐队目前为止已经卖出了8000张专辑。十年前，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十年后这支乐队是否存在。但是，既然我们坚持了下来，那么就邀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与我们一起见证萨满的下一个十年。Thank you.
唱副歌的时候不许站起来。下一首歌听什么？
Thank you.
Sorry.